们来看社区新闻。万锦市的交响乐团在星期天的晚上，也就是昨天晚上，于列治文山演艺中心呈现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。华裔音乐神童小提琴家梅赛德斯章担任了这场晚会的表演嘉宾。我们来看记者洪文华的报道。这场音乐会聚集了古典与流行音乐的曲目。乐团音乐总监及指挥家张逸飞表示，这次乐团与众不同，他们希望广大乐迷能同时欣赏古典和流行的经典金曲。音乐会邀请华裔音乐神童梅赛德斯为特别表演嘉宾，演奏小提琴套曲《四季中的冬季音乐会》。四岁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梅赛德斯，六岁多就首次举办个人音乐会，刚满九岁便考获演奏级。其后他以八岁的年龄考取奖学金，进入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大学预科青年天才班，被国际小提琴巨星金奖得主维利斯坦收纳为年纪最小的门生，每月飞往波士顿或纽约上课。他还在去年获得万锦市杰出公民成就奖。